拍卖收藏有诀窍，陈笑请您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咱们中华老字号茂龙独家冠名播出的拍宝节目。那么今天拍宝节目开始了，要搭茬那位先等会儿。哎，那么要搭茬这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咱们李然李半张。那今天呢，他既然想说话，就让他来介绍咱们到场的这位老专家。那还用说吗？这位就是咱们大家伙都非常喜爱，名驰宇宙、晃动乾坤、无人出其左、无人出其右啊！我们只能望其项背的著名啊，这个古陶瓷鉴赏家李晨李老师。哎，没错，介绍得很好。朋友们，大家好。跟着木匠会拉锯，跟着瓦匠会和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块儿说瓷器，我在这里边要跟常有很好的学习，留下今后更美好的回忆。谢谢大家，谢谢两位主持人，咱们一块儿啊，跟着李老师来鉴赏古陶瓷，学习知识。那么还是这样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的特殊情况，我们的持宝人呢不能来到演播室现场。是的，但是没关系，干这个力气活得有咱们李然李半张呢啊，这些什么累活啊、苦活都交给他，没问题。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从藏友家呀，我给取回来的。那么第一件，您说说，但是送不送回去呢？这个当然也得送回去啊。这件呢，它是有来历的。先向您汇报一下，这件宝物的持有者呀、是咱们北京三甲医院现在是主任了、哎呦，这是他很年轻时候的一件收藏，大概其应该是90年代。他这个人呢是比较喜欢啊到啊这个您比如说北京的郊区啊去游玩去，然后呢他有一次住在农家院里了，是老两口开的，结果这老太太呢她是风湿啊，要咱现在说还是风湿，当时呢就是在床上腿疼起不来了，结果他一看之后呢，正好啊跟他所从事专业啊，他对口，他说这样，我给您开点药，我帮着您来调理。结果呢，吃他这个药啊，真是啊，一天比一天好。后来这样呢，两边呢就建立了这个感情了嘛。后来再去的时候呢，这老头说，你看你给我这个老伴儿这病看的是真好。说那呢，我这样，我们这也没什么，就请你吃顿饭啊，给你弄点农家饭，咱们一起吃顿饭，喝点酒。他说也行吧。然后呢，就这么着，吃饭席间呢，老头拿这喝酒来的。他呢，不光是医术高明，也喜欢收藏。一看您这碗了，说大爷，您可别拿这个碗再喝酒了，这是件古董。老头说，我也不知道这叫古董，这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呀。说搁我这儿，你看到没有？我也不懂，回头再给磕了碰了，再给碎了，这不就白搭了吗？说你呢，给老伴病瞧得挺好，是吧？你又喜欢这个，90年代呢。可能跟今天这个文物的价值还不太一样啊，然后说得了，我就送给你得了。但是他这人挺好，没要人家，最后给留了。当时啊，据说是给留了500块钱，说我是真喜欢啊，您要送我也不能要，给500块钱拿回来的。所以这不是一下在他手里就这么些年了吗？行吧，行吧，行吧，反正这位藏友啊，我听您这意思是不太信我说这个。我觉得这件东西如果是假的，有可能；如果是真的，出现在农家院的可能性，李老师是不是相对小一点？反正啊，对，您看看怎么跟我说的，我是原原本本的，都向您二位进行汇报了，是吧？进行汇报了。好，那咱们听听啊，李然说的是故事，这个收藏不能听故事，得看真正的这件物件如何。咱们有请李晨老师。我们首先看这个瓷器品种是什么？粉彩、五彩啊，五彩啊，五彩。这是不是还是青花呢？青花，还青花五彩呢。这个纹饰呢，叫什么纹饰？这个，我告诉大家，叫引东纹。哎，对对对，话在嘴边上，你看，引东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金银花大家知道，对，知道啊。引东就是金银花，忍东纹啊，忍不是引，是忍。我这个发音有问题，没事没事没事，忍东纹他都无所谓。这个为什么叫引东呢？因为它经冬不凋，所以它引耐冬天，叫引东。大家金银花都知道，接触挺多，引东大家不太清楚。忍东纹，引东纹是从什么时候来到中国的呢？这个是汉代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把引东文传到古印度，古印度啊，他那个这个什么呢？这个意蕴很好，生生不息。因为明清瓷器，花必有意，意必吉祥，这也多为这种纹饰多为官窑所取，是所采用哦。所以这件呢很精细，而且有大清道光年制篆书款，用官窑款啊，这不会是官窑吧？而且这个纹饰也是怪。
官窑多用的、哦、那么我们看它够不够官窑。嗯啊，首先我们说这件瓷器，我们仔细一看，端庄啊，秀美，嗯，沉稳亮丽，嗯，而且呢很亮亮、嗯、但是温润。你一说很亮，我心里咯噔一下。很温润，嗯，有老气儿，不是那种贼光哦。所以这件从直观的感觉，我认为首先说是老的，嗯，老的，老的，老的，嗯、这是一。第二，我们再看这个款儿，嗯，和它的泥鳅背儿规整，泥鳅背儿规整的，这官窑必须是泥鳅背儿啊，嗯，清代、啊、这个时候道光式，嗯，而且。胎质硬朗细密洁白，哦，这是官窑的特征。嘿啊，官窑的特征。嗯，再一个我们看啊，这个红彩啊，嗯，枣皮红，嗯，矾红，枣皮红，枣皮红，是、哦、是矾红，没错。嗯、啊，早期清早期清中期多色儿比较深，到了晚清就比较淡雅的矾红了。对、嗯，这个呢是比较深的颜色，而且还有青花。嗯，大家说这个青花五彩不是？康熙早期才有青花五彩，对呀、啊，对呀、啊。但是到了清中期，大家记住，嘉庆、道光的官窑也多采用青花五彩，而且它的款式是标准的道光官窑款。嗯嗯，道光官窑款，哎呀，老的好。道光啊，官窑的青花五彩忍冬纹的小碗，看看今天价值几何？道光的。纹饰这么好，而且是青花五彩，嗯，应该在18万元到20万元。哎呦，向您表示祝贺。500变成20万，怎么样？是是是，嗯、我觉得这也就是收藏的魅力，嗯、是吧？收藏的魅力所在呀、啊。所以这人呐，老得干好事儿，真是对吧？人家治病救人，嗯，您再回想一下您自己的，嗯，也不错，然也不错啊，让大家高兴。好，那么祝贺这位，咱们再看看下一件的藏品又如何。这是第一件是官窑 啊，第二件这摆在桌子上，这叫比起尊吧？哎，嗯，待会儿啊，啊，一看这样也是有官窑风范，对吧？嗯，难不成李然来这里头坐着，嗯，遇上两件官窑先？那也不是不可能的呀，凭着我坐着就不能上来碰两件官窑、啊？这看人品啊。来，咱们让李然说一说这个。咋来描金啊？我跟您汇报一下，嗯，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您二位还真得多费费心。嗯，咱这位藏友啊，嗯、有这么一件东西、啊，嗯。反正这人他不知道是怎么认识的 啊，看完他这点东西，说您这点东西好、嗯，说我们能帮您卖，您想不想变现啊？他说我想变现呀、嗯，说那您这样吧，您这点东西我们给您估价是20000块钱，嗯，但是呢您呢得呀、啊、给我们办事的这个费用哈，大概齐呢可能是1000块钱，嗯，他一想这东西能卖20000是吧？然后要我1000块钱手续费，就把这1000块钱手续费先交了。结果没两天，人真把这20000给送来了，这东西卖出去了。然后呢？哟、啊，哎，这位呢又看见他一件东西，因为他也是好收藏嘛。啊，哎，又看他，就看见这件东西了。嗯，结果看这件东西之后啊，说可了不得了，说您家我上次来没瞅见呀，您家怎么还有一件这东西呢？嗯、说这可是博物馆里面的东西。嗯，说这个您要是卖的话，这得是大几千万的东西、啊。哎呦，说您想不想卖？这位呢，嗯、那当然说是愿意变现呀。说你看我这岁数也大，我这一屋子这些东西要能变成钱、嗯、是吧？那更好了呀。说那这样，我们这东西是越贵呀，中间手续费收的越高。嗯、说这个啊，我们给您估、嗯、最起码您这得2000万，但是中间呢您就得交我们这20万的手续费了、嗯、啊。这位一想呢，头了那件事儿可是办得挺漂亮，是啊，这个那咱得交啊，所以就要拿20万交。结果呢这个家里头这儿女反对哈、哎，但是这老爷子说，那你看我这老爷子不看拍宝吧，不是，是、啊、他说你说他要骗我，那我这前面这点东西人家把2块钱送来了呀，是吧？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是吧、嗯、我别到时候回头伤了人心，人回头不管了，我这好几千万东西我这卖不出去，是吧、嗯、所以呢这个这思想斗争、啊、哎，这就很纠结心里，对对，纠结。这儿女说这样，说咱们呀、嗯、北京看瓷器有一权威哈、啊、李晨李老师、啊、老爷子还真知道李晨李老师，是吧？说别人不信，哎，这李老师要说这东西，说要那什么的话啊、嗯、你们别拦着我，我就得交20万卖。如果李老师要这东西不对，那我就算了，就跟那个要买这件东西让我交手续费那人我就不来了。我现在都觉得这骗子啊，为什么？这是真的也不能值2000万，我跟你说有点冒、啊、我听来听去我也觉得这事儿、啊、是吧，够呛，因为这一看太典型了、嗯、但是呢有时候就树林子放风筝绕着，老爷子现在就不干了嘛，所以就请李老师给看看。就你说完这事儿之后，我就看你这个神情啊、嗯、看你这眉眼啊怎么你要出去跟人说2000万这事儿人家能信？
这行你留神你能干，我觉得。好，真行吗？对，可能就咱回来。那我下礼拜不来了，我下礼拜。别，您还是做一好人，做一个正直的人啊。好，咱回到这件藏品的本身，咱们有请李晨老师，人家这么信任您，哎呀，来，您给人鉴定一下。这件器物从器型上是一个高档的器型，叫鼻器扁平，而且瓷器品种呢，不是撒蓝，是霁蓝描金。哦，霁蓝描金。纹饰是什么纹饰呢？云浮纹。众多蝙蝠加云啊，这个是官窑的器型，有官窑的纹饰。官窑，而且是真是官窑，官窑款。六字，哎呦，真规矩。六字楷书款，真规矩，很规矩。那修足也不错，你看，真是的。反转了，大家都认为这事儿不对。两千万了啊！这个。你提到两千万啊，这个是光绪的啊。对，雍正的在前几年在国外真排到过两千万，十几年以前一个拍卖会排到过两千多万。但那雍正，雍正这个光绪的值多少钱？市场价格如果是真的话，前几年得五六十万，后来价格下来以后三十万左右。但这件怎么样呢？啊，大家看这个金金彩啊。因为过去金彩什么时候用的多？清代、明代用金彩用的不多。那时候金彩怎么用呢？都是用金粉加上胶水和蒜泥水。对，他用这个把它描上去。那金的含量比较多。到了，这是纯金粉啊。到了1800几几年，德国人发明了把那个金粉放在王水里边。也是。叫金水，金水，但是它的金的含量很少，金的含量只有5%的、10%的、15%的这样子，但里边也有金，但现在好多的仿品作品吧，这个金彩呢都用什么？化学金，对，跟金没关系。化学金也不能没关系，颜色是金的颜色，对，但里头是其他的金属元素，没有金的元素，这么三种。这个东西先看金，先看金哦。这个一化学金非常亮，那个纯金和搁了王水的那种金，那搁了王水的金叫什么？金的树脂岩溶液。对，那种金的树脂岩溶液和纯金化上去的呢，比较沉稳，色儿正。你就当化学课听啊，色儿正，色儿正。哎，像这个比较又是比较亮的呢，多为化学金啊。第二。我们再看这个款啊，写的很周正，大清光绪年制，但是咱们仔细看，这款写的还真是不错，真很正，但是现代人的太板了，写法，这胎也不行，这胎一看也是没有老将，是吧？胎太嫩了，主持人说的对，这个胎一看，这个好像老的是做就做出来，磨了一下子，另外呢，烧制的时候它就刷了一层颜色，形成了像。老划痕，对，做出来的老划痕，所以那我要听您这么综合所述，不老，仿品不老，新的仿品。可是您知道吗？我今儿想啊，那大爷啊，交了1000块钱的那个手续费，挣了20000块钱，那件东西啊，要现在看是真是假都两说着。如果您也许是真的，也许那个下个套，也许是下套，对吧？我舍不着孩子，哎，下套的可能性更大，是不是？所以大爷，您现在啊，赶紧悬崖勒马，就跟那个人啊不要再联系了，这就属于是把那糖衣炮弹那糖衣扒下来咱给吃了，反正先避免了20万的损失。哎，对，如果李然这事儿是真的的话啊，好，那么这一件是一个纯新的仿古的瓷器，对啊，别拿它当老物件。好，大家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华老字号茂龙独家冠名播出的拍宝节目，那么这件藏品呢摆在桌子上，这件是委托您的，来历不用您说了，虽然您也知道，您这个一个字儿啊，他都弄出500个字来啊，这件是人家里留的，他们家是南方人。那么这件东西，他们家以前留下的餐具，哦，就是当年他就说他们家多少辈儿以前就拿这个，曾经哦，南方吃火锅啊，袁枚诗丹写过，南方把好多好吃的都放里头，是是一块煮，明白，就这么一个。看看这件东西，他觉得是真的，但是想请李导点评一下，因为有款儿，而且这件东西的市场价格，
我们首先看这件东西的名字叫什么？应该叫一品锅。一品锅的，做盛汤的。一品锅子，盛汤的一品锅。这个一品锅有来历。明代的时候，一个皇帝到徽州去视察，在席间，这个上了一个徽菜的一个汤，臭鳜鱼汤。皇帝一吃，哎呦，真好吃！呵，完了，一问是谁做的呢？是四部尚书一品告目夫人做的。哎呀，内卷！所以这个皇帝就给这道菜徽菜和这个锅叫一品锅，这是去污的来历。我们再看这个瓷器品种，遣将，遣将，哎呦，遣将，遣将，遣将材，咱们在过去说过多次。存世至80多年，咸丰到民国早期这么一段时间，遣将材也是粉彩啊，但是遣将材里边的玻璃白比较多，所以它什么呢？好脱落，脱彩，脱彩，好脱落，所以它，到了民国早期，后来就被民国的薄粉彩和水粉彩所取代了，代替了，就不用。这个遣将材。另外呢，我们看这件锅子啊，上面有丁未，丁未，光绪33年，光绪33年啊，光绪，基本上光绪末年了，光绪末年了。另外呢，杨子清，杨子清，杨子清啊，咱们资料上你们可以查到，他是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一个遣将材绘画大师杨子清，杨子清，所以这个呢是大家名人的名人。另外呢，咱们看这有诗文，有诗文，瓷器是要加分的，是没错。这个诗文出现在瓷器上，最早是应该是在唐代的，长沙窑，长沙窑，哎呀，对，长沙窑，宋代的磁州窑，磁州窑也有，但是最盛的时候是什么？康熙，像这个有文字的应该加分，加分，应该加分，加分，加分。所以这件你看这个底，老的，老的，看就是老。光绪晚期，晚期民窑细如制品。当年这真是一餐具，还做的那么文雅，文雅吗？那么您看看，人也问到了今天的市场价格。如果一般的瓷器。不是遣将材，不是一品锅，也就不超过10000。而且遣将画的是人物画的人物，对，不超过10000块钱。这个应该名家，18000块钱左右，18000，18000。哎，这终究还是个餐具，要是别的遣将材的立件，可是80000都有可能。可是您知道，我想替餐具说句话。您刚才讲到了，说呀，说什么啊？这个餐桌上不如供桌上，供桌上不如这个书桌上的。我想说呀，你这书桌供桌离开了餐桌啊，你也是一桌不桌是吧？你这不以食为天吗？没错，没错，没错啊！但是从收藏上呢，确实这个是个餐具，影响了一点价格，但是不失为一件好的收藏品。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线上拍宝小程序，还可以打开微信，在最下方功能键发现中点击小程序或搜一搜，输入拍宝，点击进入，就可以随时随地跟专家互动，拼客鉴定淘宝物，还可以参加藏品征集、有奖问答等各种拍宝活动，轻松扫一扫，惊喜真不少。好，第四件藏品啊，这个跟桌子这色儿有点相似，有点靠色儿，有点靠色儿。但是呢，特别可爱，是吧？你看多可爱！我跟您说啊，这个现在啊，咱看着它是个小缸，是吧？还真的是小缸。小缸的形状，但是早年间呢，它是当这个椅子盒来的。椅子盒现在可能有年轻人都听过懂了，其实就是肥皂盒。这个呢，是这位呢，也是。这个到外面去游玩去了走到一河边上啊，看着人家一个女同志在那洗头呢。哎呦，这女同志洗头呢，不像咱现在是有洗发水，人那时候洗头的这些一些个清洁的这些个用品就放在里头了可能是肥皂头啊。结果她呢，就看见这点东西了，就站那儿看。这女同志呢，洗着洗着头呢，这么一抬头，说这怎么一男同志老盯着我呀，我这洗头呢说这什么意思，不怀好意啊，就不大高兴了。那个时候呢，女同志可能比现在啊要比起来没这么开放，那是90年代。那个、我以为前清呢。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嘛，那山里嘛，山里 就说你、大山里，又是大山里了说你干嘛老看着我呀，你要干嘛呀然后他说说您别误会，我不是看您的当然您也很美丽我主要是看您装东西的这点东西
我很喜欢，很漂亮。结果这个女的呢，觉得呀，她这是强词夺理哈，让我一问呢，她这是找个借口，无话可说了哈，说没看我看这个呢。这女的说，你要真是看这个，你不是喜欢吗？那你把它买走得了。结果这位呢，嘿，说行，那正合适啊。他认为这个东西啊，是青铜器的，就给了200块钱，买回来了，这块就这么多年了嘛。这个买东西的人也姓李吧？哎，您怎么知道的呀？是吗？啊，白白胖胖，是是是是，头发有点染的黄色儿，就是我呀。这个200块钱，这里唯有一件事，200块钱买的是真的，真的啊。哎，我跟您说啊，我刚才说那是有点演绎，但这确实是演绎了吧？确实是人家在那儿洗东西，装这个这些个洗发水、洗发液或者肥皂头的这么一个小碗，他给买回来了。得来，李老师，好。咱们首先说这件器物是大器小做，这个器型是暗缸的器型，暗缸卷缸的器型。我过去在节目上说过，从这缸沿上我就能给它断定什么时候。这个是绳沿啊，绳沿。板沿是什么？康熙的多。对。哦。绳沿乾隆的多，角沿中期的多，无沿一半粗的。无沿是晚清的多。这个绳沿应该是，不说辛劳，从外观上看。这个暗缸大器小做，很美，漂亮，值得。你这能玩能把玩呐、能把玩的东西价值就高啊。哦，对不对？趴着不如蹲，蹲着不如站着，站着的不如手中攥着的。我说过多次，是是，手中攥着的确实很好。这件呢，我们看瓷器品种是什么？蓝上蓝，蓝上蓝。哦，蓝上蓝是一种高档的瓷器品种啊。哦，蓝上蓝呐、创烧于清早期，这是一个。再一个，这个纹饰。下边的是水呀、水纹呐、又有花叫落花流水，落花流水，纹饰。另外呢，我们看它的这个底的做法，微微理粗，有点儿清乾隆中期的特征。你看他当清中期买的吗？啊，特征。但是老不老呢？我还得如实地说。首先我告诉你，这件呢，现代仿品。有啊。为什么说它的现代的仿品呢？这个我想要。陈老师玩词玩的相当好啊！哎，别陈老师给说一说，你说上两句。为什么我上来就说这件东西是不是你的啊？就是你小胖子姓李的，这个第一个在80、90年代就没有这个这种胎这种做法，它是仿这种清中早期，啊，文房这都是最近这10年，啊，景德镇那边出的仿古的新品种。以前要不是老的，要不都是啊，就没有这样的。所以一看这个都是机器粉碎的胎，过于细腻，是吧？对啊。另外釉面也稀薄。对，整体来说新的。新的。你看我们俩的看法一致。新的啊。好，得完砸手里了。砸手里了。节目已经播出，砸手里了。反正这事儿因为80、90年代说在农村装肥皂头，这买这种缸买不出来，买不出来。这时候基本上要买也是老的。而且这种缸本身的清早期的存世当中不多，都是文房，挺好玩。没打碎牙完肚子的咽吧？2000。哎呀，得不管这是谁的啊，只要是藏友委托的，我们就如实的把这个最后的鉴定意见告诉您。那么也让广大其他藏友咱们知道，这种缸、这件缸、这种样子的特点呢，是新仿的仿古的瓷器。好，那第五件藏品今天的到底是真是假，又是怎么一个来历啊？待会儿咱们一一道来。现在摆在桌子上了，这个釉色非常特殊，对，离远了一看，这不铜的吗？像是吧，有点这个意思。仿生瓷，哎，这还不是对，有点这意思吧？啊，那到底是怎么来的？还是麻烦咱们李班长啊，是吧？辛苦辛苦，哎，编一下。这可真不是我的了啊，不是这个，这是当年的小两口啊，当年的啊。这个说今天话，人家是北漂，家里面是河北人，在北京小两口工作，一个月呢，一个人挣36.5块，俩人加起来呢是73块钱，但这73块钱呢，还不能是俩人完全给花了，还得给老家老家的老家还得啊，一个月寄回30块钱，得贴补贴补，寄回30块钱去。然后呢，说这是60年代的事儿了，是过年嘛，就一块儿说是去回老家了嘛，然后这个。婆婆等于是回的婆家嘛，婆婆觉得这儿媳妇真不错，是吧？挣的不多，你看每个月还给我寄30块钱，说那我给点什么呀？说咱家呀还有点祖上传下这个瓶子罐子的，说搁我这儿呢也没用，你们小两口啊带走得了，你们回城里头，你们摆家里头去啊，因为那时候不知道这个到底说是
价值很高，这是文物，就拿回来了。拿回来后来这小两口可就有了孩子了，屋子呢也不大，这家里头摆着这个，孩子呢那不听话呀，就琢磨呀，说你别让孩子再回头把这给打碎了，是吧？嗯，你说这搁家里头吧，你给碎了不放心，哎，你说这咱又摆着它呢，这不当吃不当喝又没用，正好这院里头啊有一个文物公司，这个收文物的啊，那不是院里就有，那他肯定住都对街坊啊，人家是街坊啊，街坊在文物公司上班，专门负责这收文物的。后来说啊，你看看这个值不值钱，要不然是吧，你帮着我们，你给拿单位给卖了得了。这位一看呀，哎呦，就这件东西啊很喜欢，说这样得了，当时按照公价啊，这东西按照公价给了30块钱，就没往文物公司拿，人家自个儿给买了。然后呢，这个买东西的人是谁呀？是这藏友的爷爷，等于现在呢传到咱藏友手里了。这藏友不知道这到底值多少钱，但是呢和当年那小两口的后人呀，他们还有联系。但是人家说我们家祖上可是卖过你们家东西，哎，我们家上辈人卖我们家东西，哎，我们那东西。各位看官，各位观众啊，人家迟宝的故事啊是这么写的，不是我他们家祖籍河北，我没说完呢。两口子人家从老家家里留着这个。这件东西啊，然后留了今天，想请李老师帮着鉴定一下，贵的包堆儿30个字，不是啊？这感谢拍宝节目，哎，你居然编出来3分钟，核心在这儿呢，啊，核心在这儿呢。你们家这件东西啊，是我们家当年卖的，如果你们要是不想要的呀，哎，我们还买回来，是吧？你们可别给了别人，因为这算我们家祖传的，是吧？咱们呀，拿节目给估估价，到底多少钱？回头也别说，哎，您比方说这要真是值3个亿，那回头这咱还得单。说是吧，毕竟是30块钱。有没有咱观众有这个比如说这个看神经科的专家什么的，但是您从电视机前帮我们分析一下这小伙子。好了好了，我不说了，就到这里吧。回到咱们藏民本身，真是的，啊，挺好的。有请李老师。行，我说说吧。您给说说吧。首先这个瓷器品种比较特殊，啊，学术界应该叫什么呢？铁系结晶釉。在耿宝昌老先生明清瓷器鉴定一书里边叫它什么呢？啊，铁锈花釉。嗯，哦，铁锈花釉确实是少。嗯，这种釉呢，创烧艺什么？景泽镇创烧艺清雍正。哦，但是更早的在山西那个老窑里边，老窑浑源窑里边，黑瓷里边有，嗯，生产过。对，嗯，这是最早的宋代。现在就有了，那老窑瓷器里边，咱们现在接触的都是明清瓷器。明清瓷器，这个也是景泽镇创烧烧制的，雍正时期开始有。像这样的，确实我见到的都很少，这是我见到的。这个釉色很少，很少。我见到的第三件，所以这故事稍微长一点，比较少，非常少。这是它的瓷器品种。第二，对，器型，器型，立件、花箍，我们看它的圈。竹的胎质，二层台全竹，还有康熙的这个遗风，但这件不是康熙的啊。这个从它的胎质还是比较老旧细密。解镜釉的特点是什么呢？嗯，有一层像银一样的，在光的照射下，还真是有银的这种光泽。嗯，还有颗颗粒粒的小斑点。嗯，看到没有？这种釉。雍乾时期有这个特点，到了晚清呢，这种亮光就几乎没有了。哦，到了晚清的，就没有了。所以这件我给他确定应该是乾隆时期。嘿，乾隆的，应该乾隆的。那您要到民窑吧？这肯定是民窑。民窑，那价格怎么样呢？哎，价格啊，价格。你看你5个字啊，也能把这事儿说完了。你看你这样，价格怎么样？价格怎么样呢？就目前的市场价应该在5万元左右。好，那么多，5万块钱。祝贺您啊，哎，祝贺您！清代中期乾隆时期的是吧？乾隆，这叫就应该还按耿先生书那个说的吧？铁锈花釉，铁锈花釉，铁锈花釉啊！耿宝昌耿先生书上写到的，那么5万元的市场价格，乾隆的。那您3个字来跟藏友总结一下，就仨字儿。回见吧，下期见。好，那么也祝贺这位。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扫描屏幕2维码进入线上拍宝小程序，还可以打开微信，在最下方功能键发现中点击小程序或搜一搜，输入拍宝，点击进入，就可以随时随地跟专家互动，听课、鉴定、淘宝物，还可以参加藏品征集、有奖问答等各种拍宝活动，轻松扫一扫，惊喜真不少。
拍宝节目今天带来了这些藏品瓷器哈，当然来历呢李然可能添油加醋的说了一些，但是这些鉴赏的知识我们都跟您说了，也都把价格也把这种知识也普及给您了，是的，希望能够有更好的藏品，那也更好的来看吧，拍宝节目了解知识，每周六日，哎，每周六日晚上啊8:40，哎，下期咱们拍宝见，再见。